讲公仔闭嘴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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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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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录了。好啦，我去你那边啦，因为我刚才不对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们要干嘛？没有，我要去开那个抢劫啊。好，走。算了，但人家就开了啊，我就不会被通缉了。哎，对，不会，他还一样会要你花钱，花钱了事。花600块吧，我也是三五百块，可能有几斤。可是让我先去改车，我们再来那个好不好？你要改什么？飞人风景啊？没有，就改那个听巴哈说那台目前非常非常快的一台车子。那台车叫什么？凯利科 GTF 啊？看一下，他在那个洛圣都那一边的。洛圣都、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一间车厂。叫什么？凯利科，你是想气死我是不是 ？GTF。看到了，好丑哦！是真的蛮丑，但是真的快。它长得好像头塔。对，他那 K 改成头塔，我觉得他头。好丑哦！啊，基尼就这样子，好，我把它改好改满。这载具高度才四格而已啊，他又没有说、很快。你是看错了、啊。有，我等一下用给你看就知道了。我刚才试了一下，真的快。那我买啊。我买了。你也买了？你要卡下去啊？我已经买了，我不是没有钱。啊，纪念过分哎。哦，而且这台车好扯，它连那个什么，它可以改到里面的那个引擎盖的东西哎。阿纪，你看我改这台车改，你在哪里？我在那个。有个库头啊，库头怎样？斧头点你是不是？斧头掉了，给我点你啊！来来，我等。收尾不要到，我去找你。好，我在那个我附近的那个，哦，他连那个大灯罩的颜色都、okay ……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看不太懂？什么什么主色调大灯罩哦？哇、哦！引擎盖固定器，哇塞，这什么鬼东西？好，这引擎盖不会喷飞是吧？哇！喇叭就是小丑就好了。哇！那个像那个把布。哦，仪表板可以改，哇塞！然后什么门？哇、哦，连门的也可以改。门可以改什么？你要那种一般样子的，还是那种什么赛车级的？哇塞！座椅哦，座椅也可以改。哦，太扯了！方向盘也可以改。哇！谁都是在堵门口，麻烦死。方向盘是哪里？好烦！哎、欸，可是这台车、啊、车灯就不能改了。抢着车又出事，又被通缉，是不是？讲好像你在现实中抢车不会出事一样。不会，应该没事。一堆碳纤维的东西。移除，哦、他还能移除前车牌，哇塞！改好没啊？啊？改好没？哦，这里他太多东西能改了。好，快改好，快改好了。颜色怎么丑啊？等一下，我越改越像头塔，白痴哦。双黄颜色，哦，他还能改那个荧幕仪表板的颜色，哎，哦，等一下，我要进来了哦，等，你要进来了，你要死，哎呦，
白痴啊！哎、欸，这台快要开五十，快要花一百万了啦。好，我等在这等，我在这等。我先叫车。好，我先叫波波。完美啊！哇、啊哦啊，白，我已经花了一百万了，还没改完呢、啊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也想要哎、欸，有没有可以玩的？等一下，越野车。拿这个东西了。那是在哪？好远。你要丢啊？你想外面放一堆年蛋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这是年蛋吗？这不是吧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快点呐、啊！好，改完了哦。有哦，这台车有够远，有够久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白痴，我就知道，不可能，直接炸飞！你要干嘛？这车怎么的？哦 ，GTF， 但它就是你的尸体，是不是？你要干嘛？啊！不给我抢车，让气死一只。那台我车我要改了。你要改那台是不是？反正你先讲。我没改那台，我先抢，我先抢你四百块嘛，你可以改。OK，OKBF service。我们慢慢抢嘛，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在你身上抢到四万块？还是有经验的布置怎么样？阿基，我在那边打个电话，保险公司怎么要打那么多通？我打电话怎么知道？等一下，让我先打给保险公司一下。太多车子被弄坏掉了，那我先。Morse Mutual， 嗯，那我改了。学好出来，算了，可以。嗯，申请理赔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找不到那台车？你护甲改，你防御改几把、啊？没改。没改，我通常都防不改防御，那会让车子变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不用打给保险公司啊？这好像头啊！我看，哦哟，还可以改颜色，对吧、啊？抛光器门罩，来这个排气管，哦。干嘛摔车啊？等一下，哎呦，是怎样啊？这么准的吗？哦，吓死我！干你！这么准的吗？你他妈那时候就没站在那边哭，拿小手枪在那边可以唧唧歪歪，我干你！这么准的吗？这么准！可是我怎么？你以为开起来怎么怪怪的、啊？阿纪，卖照阿纪！不要！阿纪，我要追杀你到天涯海角！来！我看一下这台新车的威力啊！来！哦！你知道车子打右前轮那边油箱该会爆炸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！哇！因为你先把我车子打白痴哦！什么输？我看你5000块被你拿走。哎、欸，你们去弄个悬赏，都让我杀了，看你！这太慢了、啊。你说悬赏有悬赏，又有悬赏是？对啊，你以为悬赏？哦、欸，因为我爆胎了。为什么随便抢个车就有了？看你！没子弹，你让我车撞了。不是哦，你有装甲哦，没装甲。你的车是有装甲？没有啊，我习惯不改装甲的。你车没装甲吗？没装甲，没有啦。你那个装甲是指说车上的装甲、啊，跟库罗马那一样啊，黄蛋的、啊。没有，是库罗马那种是特殊的，是吗？它才会外表全部覆盖一层那个铁，不然一般车子是不会有那种东西的。没骗你，人呢？真的。蓝铁环游生物，阿基，
哎、欸，真不是有玩 Apex 的哈、啊？枪法准哦。白痴，直接抢你的车！啊气！啊气气气！哎、啊欸，我可以再开你车去改车场吗？当然不行啊！好啦好啦，走啦走啦，要去那个了，要去那个抢。我要被通气了。抢那个了。高比赛。我要被通气。哇！哎、欸，又中人了。哎、欸，你后面二有、哦，我咬你们啊！400块。啊，说错。爆炸哦！嗯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靠背啊！这样。哇，干！去错房间了啦，白肉。去错房间。哎、欸，我还在你们这边吗？这是，看一下现在好。有啊，哎、欸，还在。哎、欸，还在。我刚去错那个呢。哦，你刚才按错、哦。是啊，我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猜字。马丁的那个不知道啥小，我以为你腰了哦，你是腰那个？那不是，就是腰副手而已。是腰副手，对了，腰副手，白痴，我以为你已经开好房。很美啊！干你娘，打屁！好了好了，要来抢了，各单位注意啊！哇，又玩吃那个河了，吐了。我们在11:30以前抢劫完毕哈。进不到通宵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会面临第一波 gank 啊。第一波 gank 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不等。孟德，让位。好，你俩就等下啦。那怎么这样？啊？你把这车开进去，就他妈的把那个车，我开着他的车进。好，没有。阿基，你好爽哦，这样可以降进来变八哥。阿基，听我起来呀，大哥。我后悔哈。我改完车都进来了，再凑小。忘记了。阿基，哎，一颗星，再进来多多。你怎么不直接进来抢劫动物就好？最会犯罪的男人，都进的车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你买的位哈？好啦，哎、欸，这样不会有通气耶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那个他是会不管你信心的，所以没关系啊。没有，我说这样不用消通气啊。哦，是啊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防那个吗？防弹衣买好了吗？买好了。好 ，Go。我忘记帮他跑爆了。到时候对。嗯。这啥卡？还是到。不要卡。周末。有人帮。谁？设计者。哦，而且我出了一个大。那我就让那个三力最多了。好了，可以准备了。看一下我怎么准备啊？我记得是七十八。Go！ 干嘛浪费钱给弟弟啊？又花掉。弄啊！对啊，反正拿去赔偿而已啊，你也没事吧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再想想，第一，你再想想，跑车过干瘾。你再想想，再想，那反正应该拿去赔款吧？怎么可能？你没有卡？不可能！你没有卡住吗？正常，这个画面会读取一下下，因为他要读取那个小岛啊。我现在一整个哦，我有喝盲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喝盲，刚刚有。广州我明明还没开喝，我怎么就盲？还会游泳吧？我忘了，就去。
W 加 Shift 的。玩过白金。错啊。有没有？不能往前啊。就你 W S 加 Shift 按一下之后，你只要按住 Shift 就会往前游泳了。可以碰那个，可以，你可以碰看那个球啊。好，我再碰了，我再碰了。它会爆炸吗？我其实不知道。会啊，会爆炸。这水嘞，你跟我说是不会爆炸。我之前有近距离碰过，好像没事，好像没事。你现在碰，你现在碰试试看。好，你帮我去碰，你去碰。不要不要不要碰，不要碰，不要碰，不要碰。好，不要碰是不是？不要碰，不要碰。那我想说，你他妈的不信，我试试看啊。你不是不信吗？你不是觉得没事吗？我来啊。几个这样子。切完了没？快点！啊，这切了嘞！刮倒台你啊！OK。十三爷，你会吗？请问我们这次一样是潜行吗？对啊，我们都穿这样子不潜行吗？都穿这样子，他大下水进来了，我们都潜水进来，不是潜行吗？不潜行吗？笑死！看起来像大沙特沙，先潜进去大沙特沙。再次，我调整一下声音，我记得当初。老样子啊，你们杀右边那边的啦。我听说好像最近这一次改版，他们会爬墙、欸、所以自己小心一点。你不要这样跑啊！你要吓死谁啊？你们如果都干掉了，再跑来我这里嘛，就是沿着那个往前走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没了，我要去你，我绕去前面好，杀掉那一个。我没了。啊，算了，我去过去接应你们好了。我就忘记监视器能不能破坏了，应该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们出发了？我什么事情都没做、欸、你屁股，你确定？你是要捡的散弹枪？我开枪都没开，我在你后面呢、啊。你捡的散弹枪是不是？我没有捡啊。你没捡？怎么可能？好啦，记死一死好了。你相信我？死一死了，记。哎、欸，我还第一次可以，可以怎么？等你是一枪我爆人家头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是没有潜行啊，还是怎样？有啊。你确定不是那个用跑的在潜是潜行的？不是他没看到就是潜行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一枪没打死啊，刚打开两枪啊，一枪没打死。没打到头，第一枪没打到头，都可以让退玩家站着让你杀了，你都还能杀不死是这样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有人在动，有人在巡逻，有人在动哦。你可以，他会一个定点就会停下来。他不是，他刚一个那个，我还一个网又在往这边扭，又没有。你可以设个提前量啊，啊怪别人啊。对，是啊，我先去监督你们好了。哦天哪、啊，是晃哦，不是我问题哦。哦、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杀。哎、哦欸，他为什么会这样走路啊？他怎么一个踱步走？哎、欸，空姐下来，有人扫货。哎，那个监视器可以打掉吗？还是不能打掉？不用打没关系啊。不用打吗？不用打，不用打。我其实也不太懂到底监视器能不能打、欸，不然你可以打一发看看。
没有，哎、欸，走这边，哎哎哎哎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每次出发、啊，等一下不是啊，那边不用过去啊。是哦，我靠，没有，你没讲，小白痴哦。啊，难啊，难怪每次会出发，你们就是往那边跑过去哦。是啊，哦、天哪、啊，不用亲过去啊。没有，不用亲。我以为你们的潜行是一路一长裤。不是，这叫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看看能不能自己走右边，你跟点一走，不然太多人在这。反正你们杀死刚才那个走廊跟楼上那个干掉就好了。其实楼上那个是假啊，我哪到你们多任务到哪边？有，我以为这右边的要全清掉、哦。没有啦，那个潜他那个潜行是只要看到尸体就直接被发现。哦，你要捡啊？有人挂蛋啊？是怎样啊？谁啊？谁挂蛋啊？有人去送头了，不关我事啊。这鸡。善存，银宝善存。到底要卡人卡多久啊？好，梦枕，好，梦枕，你去执行，好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哎、欸，不是走错边，梦枕走错边了。这边，你不要一路梦枕，好像一脸很酷，慢慢走，走过去好不好？走错了一路地点了。来来，狗狗过来，狗狗。所以停掉那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过来，你过来，一个人去就好。好，我停掉那几个就可以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那，就是左边那一只，然后跟楼上那一只就好了。好，楼上那只，等一下，我先停掉了。好。我在这边等你，反正你们一路跑不过来也没什么差啦，你不要被看到就好。有没有找追个？哦，好了，我清完了，我清完了，我就可以过来。现在找你们是不是？对，就可以过来了。干，你要讲啊！我那时候他妈想说要清过去，我还想那没有啦，没有清。看半天，我还想说要不要清那个，其实是可以那个什么杀也没关系。好了，杀一下了。可是我都不知道那个摄影机会不会转过来啊？我是在看摄影机要不要打掉啊，妈的嘞！不用了，好，走过来，走，哎、欸，我控制，不要去摸那个五十块，好不好？穷啊，不能摸一下。等一下就可以抢起几百万的，在那边摸那二十块，从那个楼梯一跑过来。啊，散弹枪嘞！不要捡了啦！哎、欸，啊，人怎么还没过来？人嘞，阿纪这里啊，阿纪就沿着那个我们出生点跑过来。我好过去了。哎，老人头加打头哎、欸，这人真的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之前不是中指啊？风格。前面有个人，是挖沙的吗？先直接打掉吗？不用，那只不用理他。这只等下抄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，干他！好，不用射那么多枪啊！等下是哪里啊？要边吃边到底哦。我可以捡五十块吗？应该可以吧。不要捡那五十块，不用了。哎、欸，你跑量。没有，我只是在测试说走哪边。哦，对，这个人跟着。OK， 稳住，不要被扣了。这个你们哎，有叫巡逻过来？不，那个是楼下的。你们会切换成第一人称吗？不会。你按 B 切换，你多按几次会切换第一人称，然后靠着这个墙壁，然后按空白键，然后它就会爬过去这里。看到？哎、欸，你有切换吗？还是没切换？有啊，我们就过来了吗？就过来了吗？啊，然后按 Ctrl 嘛，啊，对，然后 Ctrl 慢慢走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上去了啊、哦？对，要上去了。我们终于有任务进度了，我们终于有进度了。哇，我们打多久终于有进度了？你也知道，等一下，我记得这好像有个人要过来。
用都用卡座走路哦。哎、欸，怎样？被发现吗？被发现了啦，因为你应该是跑步被听到了。太夸张、啊！太夸张了。基本上试看看吧，试看看能这样子能不能也能进去吧。好像不太划算。你们先等一下要解那个字母。你们先那个房间等就好了、啊。一个砸一个，来一种砸一种。自己在搞。可以进来了，可以进来了，可以进来的。虽然我是觉得应该是会失败的。这边会有个，你们，两头。你那个谁，等一下，你看这个门，你注意看这边一个门，这会有敌人。我有在开门呢。啊、没有，你不用开那个门啊！哎呀，这个、啊、取消入侵，对，取消入侵。还有梦泽跟你一起刷卡。点哒哒不，点你一直看这边，因为这个入口位置会有敌人来。我取消不了、欸，取消不了吗？好塞嘞，哦乱七。怎样？我塞。好，梦泽，我们先一起来。为什么没有？嗯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没出现卡那个？啊，我知道。靠腰。哎、欸，直接可以进来啊！啊，黄金加进来。我好像一刀。怪哦。啊，蒙给你们，你拿了吗？哦哦哦哦！哦哦，你塞，我直接残血了。哇，他那个，其实我出去很没底。成功开门了。啊，我们不用从那边出去啊。哎，偷取主要啊，可以出去了，从这个电梯出去。所以我们现在去等一下要出去，门在哪里啊？这里。等一下往右转，就慢慢来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下面有在这哦。啊，先就只能杀过去了啦，杀出去了。应该是在最下面这里。一样可以从这边过来。你们从这边爬过来。这里，从刚才这个角度过来。其实不用切换第一人称的。阿梦子嘞。我跑过去啊！啊，从正门小心哦、喔，这敌人都很痛哦、喔。梦泽跑出，电影跑错边了，这边大门这里。谁打我？好，直接从正门出去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靠背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进动画我还被那个。只有按按钮就好了。